他们除了恐惧之外，什么也不剩。 你叫雪花丸，你还不让别人玩？不出来，那你就别想补刀。 一直顶着小兵，痛不痛？大蛇也不补，这个人是真的能忍，不让他吃大蛇，然后他就真的不吃。 被恐吓的人才忠心耿耿，人人有份儿。他有闪的呀，大哥，等爆你来杀吧，我不急。 名字刻在他们的骨头上。我的船就是我的灵魂，飞的坏蛋。 太崩了，这个人开送了，钱够了，不过可以吃个渡神再留。 将需要更多烈酒。偷来的东西。更
家天命。我任何时候都要水手，不要圣人。哎，人车不守恒，漂亮。白羊也许很恶毒，但我比他更坏。人人有份儿。下路正常对线，操 QY 了，坏了。要不说我电脑卡了，我反杀他，兄弟们信不信我，这么多年兄弟你们信不信我。评判他人的方式，看他的伤疤。我就和我的船一样，不会下沉。斩尽杀绝！当心炸药！男人要有目的，小子们。受死吧你。让他们除了恐惧之外。好。无语啊，卡了下平 A。看爆女的了，懦夫们知道害怕，他们很聪明。真痛快！当心炸药桶！要么像男人一样战斗，要么像狗一样死去。啊，这为什么炸不到呀？有毒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有追求，一艘好船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他们那边全体摆烂。暴女杀人诛心，没事，准备上岸喽。Shut down。被恐吓的人才会忠心耿耿。
我要把名字刻在他们的骨头上。吃火药粉吧。我的船就是我的灵魂。好像还想打我。怎么换人了？他把刀进去，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哟吼！我什么时候参加人头挑战？我就不参加了。就这样播，混混水摸摸鱼也挺好的。我还没结婚，压力不大。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要时刻留心背后。吉沃特只有一个化石人，那就是我。不可者准备。我不靠礼物一个月多少钱？偷来的东西更加便宜。这不好说吗？帖子。三桂圆圈，三桂精得很。观众知道他杀不了这么多人，他就要搞这么多人头，然后找别人打，太精了，找高手打。要3000个人头，他打白金靠他自己打，这3天他都睡不了觉，搞不好被杀还要负20，那得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如果他不找别人打的话。太精了，直播鬼才。脏乱的死亡就是对你的第一次警告。主要是死亡负20太狠了呀，单杀才加4，死亡负20属实太狠了。人是福全凭自己，伙计们。要是单杀加43000的话，你要是船长刚改版的时候那个训练，老一天，我16个小时一个人就能搞完，因为我那个时候都是赌泉水里面炸的，特别是打白金。